一首歌曲好了，那英的歌曲啊，那英也是一个我很佩服的一个女歌手啊，她已经唱到歌的年纪了，那中气还是很厉害，而且呢，她的这种歌曲呢，如泣如诉，充满力量的声音啊，带来这首《默》。其实掌声对我来说真的不是很刺激。谢谢。你怎样让独自人到底，年少时候虔诚发过的誓，却莫名沉默在深海里，终于记住结局还是失去你。
去。